多謝 Melody 邀請《急切純真誤演出》咧，都算係我第一次粵劇加韓劇嘅融合啦。我哋我咧同埋我韓劇嘅朋友伙伴們咧，可以參與今次嘅演出。呢、這個演出咧好有意思啦，係我香港粵劇漢服文化工作室嘅第一個演出。咁今次演出好圓滿，好成功。咁喺度多謝大家。与那天未曾遇。
好啦，我哋聽咗好多好現代、好開心、好激情嘅曲目，咁係時候咧，我哋又可以聽翻啲好屬於中樂嘅歌曲，好嘛？咁啊，接住落嚟咧，我哋會有二族舞曲《七夕銀河會》啊。咁啊，頭先喺台後面咧，侄女就同我講啊，佢話《七夕銀河會》有心唔會攰。佢話我等得起，都愛得起，所以有請《七夕銀河會》。天